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第十届中国围棋龙星战本赛 A 组第五局的赛事直播，我是贾刚露。今天非常荣幸能和著名国手刘晓光老师一起为您讲解韩一舟七段对阵谢柯七段的棋局。刘老师好。你好，大家好啊。在这种形势下给大家来研究这个棋，挺有意思的啊。今天他们两个人每方三十秒一步，下这盘棋你看已经准备开始了，我们就边看他们对弈来编这个来研究这盘棋。是两个人在拿，像是要猜先的啊。对，猜先。对对，年龄大的抓子。对，刘老，咱们的是不是习惯性是先比较段位，然后相同段位的话再比年龄啊。对，他们白棋也猜着谢柯，猜着白棋，那么换座位。对，两个人这韩一舟现在要有点紧张啊。是，这中国围棋龙星战本赛这个现在开始。他们两位本身的年龄的话，应该是韩一舟会年长一些，所以也刚刚是韩一舟抓子。对，对，然后现在是先比他开始了。开始，感觉确实像刘老说的，韩一舟会更拘谨一些。这个习惯，棋手的习惯。他这个就是我对他了解他，他就这样性格啊。像这个下棋的一个专业的棋手的那种神态啊。是。这两个人就开始，这是快棋赛啊。对，是十次三十秒，然后呢，每用一次会有一个一分钟的延时。对。韩一舟落子了，我们来看这盘棋，我们也跟上他的进度。好的，星位，然后白棋也是星位啊。对，这样，这是最近都是流行的啊，对，非常常见的，是哎，他们十次可以有十次的考虑时间，但是呢，这个十次用完就要三十秒必须走棋。龙星战也是一个传统的赛事。对，都很多年了，对，第十届了嘛。对，但是像他最近几次的这个赛制也很有意思，对吧？他把这个进入本赛的22个棋手分成了两个组，然后也是一级一级的这样挑战，我觉得这个赛制也很独特。新的一种赛制。对，因为下到现在，像韩一舟是取得了3连胜，然后呢，我们这个比赛分成两个组以后呢，他每个组出现两个人是这么决的，就是一位是坚持到最后的，因为挑战制嘛，一位是坚持到最后，另外一位呢就是取得过最多连胜的棋手。那所以像韩一舟现在已经有3连胜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在这儿，像今天这盘棋如果他能够拿下的话，我觉得出现的希望就非常的大。对，二连星，哎，这也是现在咱们人工智能围棋有了以后最常见的开局，出现率频率最高的，挂角，对，挂角这也是非常熟悉，对，挂角，白的又一反挂，白棋反挂是吧？那就像是模仿的啦，是吧？对，大家一样的是吧？下法一样，哎，不是33也很多之前啊，他这个，今天下的是挂角，这个以前我也下过，但是黑棋是手的脚，对，手的脚飞脚，这个是普通的，非常普通的，对，各走各的，现在人工智能都是现在的高位了，小目相对少了，小目相对少了，但是现在这个理念都发生变化了，对，而且也是经常会更新迭代的，对，白棋也挂角，白棋也挂角，对，这个挂角对于我们棋友们来说，是不是感觉会少见一点？就比如说正常的可能是，对，你如果这样也是模仿棋了，对吧？他现在挂一个角，挂角应该是没什么可指责的，这个棋现在布局啊，这个像比如手脚挂脚，这个样评分都是说差别不是很大，比如说他决议会给你一个分数，100%多少，这个应该都差不多，或者40几都差不多，对，就差不了多少。黑棋接下来也是挂角，那挂角，对，各自挂角，
所以这盘棋的布局也非常的典型，应该说现在、嗯、在我们过去的话肯定会觉得挂完比如这儿牵手棋或者是这边挂角可能都要马上去定型，但现在就像刘老刚刚说的，好像布局其实怎么下其实它的胜率差别都不是很大。以前呢我们对这个双飞燕呢觉得被双飞燕不太好，现在我看多数还故意让你双飞燕、嗯、啊，就不怕不怕双飞燕，有这个趋势，像黑棋双飞燕他不怕。对，如果我要是就双飞燕，对，他就走定式是这样走定式、啊、这个就不严厉，不严厉，他觉得这样不严厉，很多是反而希望你走双飞燕。看来这盘棋就是大家都留着，邀请你，邀请你双飞燕，他没走，对，现在是一间，白棋是一间低加，一间低加，也都没走，黑棋，哎，黑棋反过来又，这等于是各自的。如果白棋这个时候守一个，那就一样了，是吧？就全盘都还原了，对，是吧？哎，那白棋没有选择，白棋是尖顶，走的这个尖顶，对，这个也是尖顶啊，也是受人工智能的一个提示影响，以前呢，这个空角是尖顶啊少，现在都纷纷说是要尖顶好。哦，它这个新的这个人工智能给的提示就尖顶。走这个定式啊，而且挑这个很多，反正是他觉得这个形式，反正最近的流行就是这样，尖顶是不是也是最近的流行的？对，也是比较追求效率。过去我们可能觉得黑棋好像如果有一个拆三的余地的话，对，会觉得有点损，不肯尖顶，对，或者都是单走，或者单走，现在是尖顶。他这个定型啊，这他有他的很多说法的，这个有他的道理。对，那接下来黑棋这个地方肯定是间距有一点宽。哦，黑棋是走的是三三，但他并没有就是满足于简单的补，而是把这个三三给。对对对对对，你如果补一个，比如说补这个，可能会点三三了。哦。那我估计是点三三，就是大概是这样，可能是这样。如果这样定型的话，对对对对，这样这样，对，半粘，就黑棋有没有可能会有点重复？对，这个白棋喜欢这样，白棋希望走成这样的，对，时控很多，对，捞时控，对，所以实战黑棋是一个把这个脚步先护住，他走这个。这个或者是这个也都是一种下法啊，他是走这个是比较实在的，看重实地，看重实地，对，对，这样的话，白棋呢，是不是这一代？对，那选择他现在外乎几个了？一个打入，一个跳，就是这样的选择，应该是这样，是吧？对，大概是他把三三，反正你这个三三，我不想让你点，我就把三三一占，觉得你的好点也是我的好点。他就这种推理吧，是，那在这个地方打入的话，刘老给大家推荐一下，就选点打入，比如说这一类的打入的比较普通，就瞄着这有一个度过，或者是这种啊，是吧？这个也很多啊，这个看棋看白的选择，白棋是打入这个，打入这个，对。打入这个或者这个，这都是有的啊。总之就是要侧重一边，是吧？像这种比较中间的位置，因为这个位置还很高，你攻这个的话会那比较有利一些，有利一些。这种就有点两边都没有，两边，对，它是这样，你走这个的以后有个搬粘，这个好，对，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对，所以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注意，就是有所侧重。实战是黑棋尖住啊，对，尖住，把这个子先拿住，拿住，我觉得这个实地还是很可观的，这个实地不错，应该说也是黑棋这么能够拿住角，也他尖这个时候再尖这个，黑棋也有满意的，现在就是这两个怎么攻他的，进攻这个，白棋实战是就拆一，再拆一，那等于是两个小差役，对，两个小差役比较扎实的，谢科也不着急，这个呢也有，比如说这一类的，也可以考虑啊，是，或者是以前也有这个就比较普通，这两个下法比较普通，对，
这样的话就是等于是黑棋来先在外面处理这两个，你就是说两个你不能不要，就是你往外跑呢我就拽着你跑，这白棋啊，那这个就比较发挥了，以后呢他这个力先手，这个角呢就相对也能手上控，所以这个确实是好点。现在这个在长考啊，他在想是不是是用十好像应该用一下了，嗯，跟看我们这个他这么久没落子应该是用过啊，小尖，嗯，这个棋逢难处走小尖，这个也是常见的一手，是吧，嗯，比较普通，嗯，你要不走的话这个基本上两个就差不多了，对，是吧，所以对别人家的好点也是我的好点。这个呢白棋一般呢是往这个或者往这个，这两个选一个，嗯，总之是要出头，对，选一个，这个呢就比较厚实，对，但是它可能头就慢一点，对对，然后这个快一些的话，这快一些，但是呢它比如说它跳出来之后，这个地方有没有弱点，以后有一个分段的那个什么飞段，嗯，所以呢这个也是可以，他已经走了，这个谢科舍的还是小一个，对，嗯，他希望是什么，希望走这个他跟着这么走，嗯，是吧，对，往外走，这个呢顺着你这个布局，就是说白棋啊在这个地方跟着你往前走它比较顺畅，嗯，是攻着这个黑棋拽着你走啊，黑棋是飞过来，对，也是抢这个头，对，抢头，因为你现在没有可能断它，嗯，对吧，争子有力，对，也不可能去断的，所以你也得走这边啊，对，所以黑棋也是想先一步把这个方向再撇过来一点，这个棋呢大概是这个，如果你飞的话它跳啊，这个白棋这个形状不太好，为什么呢，你要走这样，以后你看这个就有缺陷，哦，这一冲断这就有缺陷，有一个，有个缺陷，嗯，有这样的缺陷，嗯，所以呢就还是要靠着走，它是靠一个实战就这么靠着的，嗯，靠呢这个你扳它就长，嗯，这样是吧，是现在对它要么长要么扳，嗯，就是这样，对，这个棋局应该到现在还早，你要说哪个一定好现在还说不准吧，嗯，只能说喜欢走什么，刘老喜欢什么，我喜欢哪个，嗯，哎呦，非让我选的话啊，嗯，我觉得黑棋这个吃掉还可以，因为我还真的不好选，真的不好选，是，嗯，对，因为这个显然就是这盘棋的走势还是要看你以后对攻会形成什么样，对对对对对对，非常早，对，有可能我选黑棋也有可能，嗯，但是还早得很，对，还是要看后续的这个攻防的进展，对，嗯，那这两位棋手也是我们现在中国围棋新一代中的佼佼者，哦，对，也像谢科是2000年出生的，比较小，然后等级分现在也到了我们的第18位，18位那就不错了，嗯，很高了，啊，对，那么韩一舟呢，韩一舟大概是在33位，就相比于谢科呢可能综合成绩要稍逊一点，但是呢他在这次的这个我们龙星战的预选赛中发挥特别好，啊，我看他是接连战胜了谢尔豪陈耀烨两大世界冠军，哇，然后好厉害啊，对，小组赛就4连胜，然后呢再加上进入本赛以后又取得了3连胜，所以他在这次龙星战中的发挥是非常好的，非常出色，嗯，是，啊，长一个，对对，谢科长一个，对，韩一舟是我对他的印象啊，嗯，这个甲级联赛的时候我看过他棋，嗯，这个他的发挥应该说，嗯，有时候有一些这个经常是惊人的那个能够赢强手哈，嗯，这个韩一舟是有这个特点，但是他这个平常你看就像他性格似的，他也不是很张扬，就不就是典型的一个下棋的人，他很稳重，对，很文静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嗯，沾上，对，这是沾上，嗯，这个是比较普通啊，这比较普通，嗯嗯，是不是还有压一个，是不是有点过头，压一个也有可能过头，嗯，这个棋呢断点很多，他大概扳你可能断就不太容易了吧，对，断的话他打出来不是很好，
因为这个棋啊，那面有问题哦，这个地方味道太多，对，这边好像一旦被分段，对，也有危险，可能不太好，嗯，他所以呢，这个压一个有点过分，哦，他是粘的，啊，然后白棋还来个过，还不依不饶，这个有点追的有点狠，但是这个形状啊，不是很漂亮哦，我觉得是不是别走单走吧，单走那个。暂时因为他暂时还下不来，嗯，比如说你要这个棋你再走也来得及，嗯，这个棋没必要非要马上吧，哦，这两个交换了一下，嗯，交换一下再拐的，但这两个交换可能慢点，可以慢一点，嗯，可以保留，你如果这种补这个我就高兴了，这个没有关系是吧，嗯，走这个我都很高兴，你要走下面我可能还舍不得走这个呢，可能单走，对，可能单走还更可瞄着你的段，嗯，所以这个走一个我的感觉是舍不得走的，嗯，交换掉之后啊白棋也薄一点，是，嗯，白棋有薄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弱点，嗯嗯，它是再拐啊，对，再拐的话那就不如这个拐有利哦，但是有利，就是这个子对外面的就对这块棋的影响还是对它连到一起了，因为这个子走啊，它以后在这儿一掏空啊，这个效率这个子不大，嗯，不大，对，至少可以先缓两天，对，是不是要交换这个，你比如说这以后啊在这儿掏了之后，嗯，这个走了，你看这个子的效率，这俩就不可能交换了，嗯，这俩交换就没意思了，对，是吧，这俩就不要交换了，所以呢晚一点交换为好，是，这是，对，实战是有了这交换黑棋就搬上去了，这谢科走的啊，嗯，搬上，对，搬过去，搬着，我估计他肯定要搬，嗯，搬这个，那这两个不交换呢，这个他就比如说也这么走，看黑棋走，黑棋的下法可能就连扳，可能就不敢了。嗯，这个地方有欠着一个断点，有这样的断点。嗯，注意本身这个对，这打了就可能断了。对，这样他就不敢了。啊，是是吧？嗯，你现在走这个呢，他就下法可能不一样了。对，他的想法就多了。嗯，他要么连扳，要么断，都是有可能的。是。嗯，所以就是这样倒推的话，就白棋这手棋我觉得有点早了。嗯嗯，谢科这个可能攻得太急了。嗯嗯，现在看也是韩一舟在思考。嗯嗯，确实可能像刘老师说的，如果没有这一下交换，黑棋可能余地就不是很大。对，也是这么走嘛。对，也想他可能想不了太多。走这个或者走哪个，这个白棋我觉得挺好。嗯，我喜欢白棋这样。嗯。但是多了这下交换以后呢，就让黑棋的自身变厚。嗯，下法我觉得这个他在考虑断呢。啊，哦，嗯，这个棋断应该可以。他白棋没什么办法，你打这个他就长，没有任何的抵抗这个棋。是，你怎么办呢？这个白棋好像没有办法。对，争也争不掉，夹也夹不住。对了。嗯，这个棋好像是可以成立，它已经断上去了，还真是断上去。你刚才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断我觉得不对。这样首先就像刚刚刘老说的，这边白棋就黑棋自身是棋的一个断点，对，嗯，还有很多下法。这个棋你看这里面有断，嗯，它就没这个勇气了，对，下法就不一样了。嗯，我这个棋就算飞一飞，这个马上我这有断，对，这个断就没啥意思。现在不同了，现在这俩一交换，黑棋就马上一断，嗯，白棋看怎么处理，这是白棋要思考的。嗯，现在你这么打是不行，对，这是不行的。那么你不行呢，你得想办法，你这么飞一个，它会长一个。对，但是棋形又不太好。棋形那这两个更不应该交换了，嗯，是吧？嗯，那现在这里面还有点味道。对，那即使这样的话，下面白棋走什么？白棋。这个形状也有点不舒服，不好找，不舒服。嗯嗯，对，因为步伐快的话，眼见的这个地方是有漏洞。嗯，但是小的话，也不知道形状稍微有点难过。对，那这个棋就要找形状了。这个棋走在什么地方？
嗯，因为走这个好像也有点过分。嗯、为什么呢？你走这个的话，它贴啊，它这个旗顶过来，嗯、你也不、啊、顺势。哎，对对对，搬过来，是这个可能不行。嗯，这个不行，是吧？现在这那个死肯定不能死。对，那你只能是白棋现在找这个，要找一下，看它的怎么样能够。因为这个前面在这儿交换呢、啊，交换不着了。对，如果说之前可能有过一些这样的交换的话，可能交换白棋，哎，对，还能寻找一点头绪。那至少我走这个也是能够争掉，啊、对，有先手也能争掉， 是吧？哎，沾着这个也能争掉，对，也能够也行。但现在来不及了，现在如果贴的话都不行了，这不行、嗯、这来不及，他会走这个啊、哦，就还是只要你不能分断我的话，哎，白棋自身就要。处理现在白棋困难，白棋在长考，白棋应该用掉了多少、嗯、我这个看不清楚，但是应该是用掉至少是一次了，对是吧，嗯嗯，那么白棋的现在的想法就是怎么样处理这个、嗯、是，但刚刚刘老说了，就是基本上白的只要在这边走，黑的一长，对，白棋两手不能对黑棋这两个字造成威胁的话、嗯、是就没有特别好的一个进攻的手段，现在只能防守。现在对、嗯，我觉得就是前面这手还是这手棋的原因、嗯、啊，这手棋着急了。嗯，现在呢，应该说黑棋这个断上去，能够获得成功，应该是白黑棋的这个比较顺畅了。嗯，占据主动。哎、嗯，要白棋出他的出招，看怎么样来处理这一块棋。是，我这个替他想呢。嗯，应该说。没有特别的一些办法，特别的办法。嗯，你要在这个地方，反正黑的就是不变。哎，不变，不变应万变。对对对，你走啥我好像就嗯，走什么我都尝一个。哎，对对对，嗯，普普通通是这个，对，应该比这个比较普通。哎，对，或者说，嗯，怎么样？但就还是以后这边还留着一点点的这个气性。那比如黑的。就跟着这样吧，嗯，这样比较普通的，哎，对对对对对，就跟着一个，哎、嗯，或者是怎么处理一下？对，啊，再把这补了补一个，嗯，这是一盘怎么样能够定型啊？或者是这个棋拖一下，嗯，拖一下。嗯，对，对，哎，这样看上对稍微舒服一点啊，嗯、舒服一点，这样定型。对，这我还有点难受呢，我要这么下，我这个棋形有一点点，对对对对对，有一点点不舒服。这样定型，看看怎么样啊？嗯，这也是，这人如何？嗯，这样比较怎么样？嗯，这也是一个下法吧？啊，嗯，哎。那么他们都没往这儿走，嗯，还在想。这我看这一下谢科啊，用了不少，用了时间了，嗯，这用的是，因为快棋这个时间很宝贵啊，对，不到关键时刻不肯这么用时间呢、啊，这个地方的确为难了，对，嗯，而且透过屏幕可以看到，对，这个直白的谢科这个小手一直在点，对，这个计算的。就感觉肯定是在想什么，想什么，对对，刚才我们摆那个参考图是比较普通的，嗯，对，他可能也是，就按那只能现在因为别的极端的下法不行，刚才我们摆的都不行，嗯，所以应该那差不多吧，他是顶的这个、哦、顶了，那交换了之后那个托就没有，刚才那家有一个托，对，现在顶了就没有那个托了，就把先卖掉，这一般这个托啊，我觉得黑棋会立。这个顶啊，舍不得卖掉。嗯嗯，舍不得卖掉，他肯定会立一个。是，因为我觉得刚刚刘老这样拖完以后，嗯、我在就是粘和提犹豫了很久。因为粘的话，我觉得以后被拐吃不舒服；但提的话，您就是走完。对，就刚刚这个，其实白棋拖在腾挪的时候还挺舒服的。嗯嗯，现在打赢仍然是不行的。嗯、我们看，就算有这个借用，这不行的。对，这个不行，依然主要是这三个子气紧、不可以，嗯，这不可以，怎么着都不行，什么都不行，都不行，就黑的也是丑，哎，你争这个更不行，这个怎么着你不能这么下，嗯，这个黑棋白棋这个不能，这它太碎了，对，所以顶完怎么办？飞，他是选择这个了，这是无奈之举，这无奈之举，
这个就也是一个求一个七星。哎，对，应该是这样。对，黑的应该会把这个应该这样跑出来，跑出来。这个要蒸掉了，这个要蒸掉。嗯，这样的话，它可以说这两个挤啊或者压，它可以走这个形状，算是盐味稍微好一点。对，搭出来了一个小房子。对，但是这个房子以后可能还要被别人欺负一下。对，这个房子还没有完全活尽。对，是这样。就是挤，就是这样疼。那它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样，这样呢，那个角就算给他了。黑的可以选择粘或者压。对，看他是两个看中哪个。对，这个呢，粘一个就是说不给他断呢，就是说这个对他眼位攻击啊，对对，下面的眼位可能好一些，更加有力。对，但眼见的这个上面拐就是一个先手，他是压的，他压这个。那么断是先手之后上以后还有个夹，也有利用。粘一个是比较干净。先没有。哇，他是好凶啊，这是从这儿打出来。这个都是说自身还没活净，这么歇科这么干需要勇气啊。这个是比较普通。对，打一个。再往外走，再清处理。比如说这样。这个我跟着硬。哎，对，或者是这样，就顺势出头，顺势出头算了。这个，或者说这个切你也尝一个。如果跟着切一个，是吧？敢不敢这样？就以后再慢慢来。慢慢来。哎，这是一种下法，这比较普通。这个打呢，切出来，这俩还没交换。没交换，比较这个棋呢，就是说我要成功。要下法比较硬了。当然我觉得黑棋肯定是要出头，出头的。是。出头。因为眼见的就白棋这个地方的眼位，虽然可能以后还会被欺负，但是基本上离活已经不远了。那黑棋如果继续走再被白棋封住肯定是不行。所以黑的应该会出头。可以出头。那这个形状的。他是要看看能不能抓住这两个。如果能抓住，现在啊，白棋的征子都没力。对，如果有力的话，可能。如果你比如说这儿有两个白子，那当然有力了，这个有力了。对，这一压。一压，这个是打出来是有力的，但是现在目前呢，征子不利。黑棋尖一个是本形。尖一个是本手。尖一个本手的话，应该说，黑棋也可占。黑棋也可占。就我们看，假设如果黑棋就出头，对，白棋主要是像刚刚刘老说，你征子不利的话，征子不利，你要走这个他就跑，是吧？你走这个或者怎么，他是征子不利，走这个，走这个，大概是这个，他可以搬一个，可以搬，可以长，长也征子不利，对吧？对，他搬也行，因为他跳先手，对，跳先手，那等于黑棋还可以先问你一下。你也争不死我，也争子不争不死，可以问问，大概应该是就这样了啊，那就看着这样。哎，对对对，这个时候可以搬，可以搬，对你不管走哪个吧，是，这反正我就跑，大概是这样，对，然后断，它可以双一个吧，单双，对对对对，双一个可以这样，对，怎么都争不掉，应该是，而这转一转，这个要小心，这块棋还没活，还没有活，这个作战啊。就是对，因为他一作战，这黑棋这个征子啊，他都发挥了。不看好啊，白棋不见得行。但是这个棋也在所难免，必须要占了，因为别的路也没有，只能占了。这个棋只能是战斗了。在所难免。对，可能一切都是，就是归根结底就是白棋这一飞。飞一个导致了稍微的这战斗啊，点点就你前面就舍不，现在怎么着都不应该飞掉。现在我们看他实战的实战好啊，就是见应该就是这样啊，基本就是这样。现在已经走成这样了，打直接呢走这个，他压一个，对，现在该黑棋的选择，黑棋断了一下。断了一下，对，已经交换了。他可能也怕，如果外面损的太多了，以后可能这个也走不到。有点变化啊。这个是总是他的。对，先留一个软头。他是先跳了，已经跳了这个。啊、他就我们摆的这个，现在是实战马上跳了。
但争不掉嘛，这个争不掉，正好这个白黑子这都发挥了。对，那基本也是双。因为争是不行的。嗯，争黑棋能跑出来，现在只能双一个，没有变化。对，这个双也是必然的。嗯，黑棋有可能长吗？长的棋形好不好？长一个，我看看长一个啊。如果长，长的棋形好，这样的老师白棋这个是先手。打先打一下吧。打一下。对，这样单贴。白棋黑棋是拐。对。然后搬一个，他跳一个吧。嗯。但跳一个的话，这个棋有问题，这个冲一冲啊，你挡的话，它有一个袜。嗯，就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个袜。对对对对对。嗯，这个袜好像黑棋不好搬。嗯，不好搬。是。嗯，这个棋有点问题。嗯。那怎么办？这个黑棋？那黑的。所以有个袜。就只能。所以就不要长这个。啊，对。不要长，长这个好像。反而有点被节约，反而不好。嗯，看他实战。嗯，对，实战也是，确实是选择了搬。搬搬这个对。嗯，搬的实战就这么下的，完全也跟他们跟我们摆的是一样。他打一个也是这个，所以现在还在考虑，长是必然的。看来有的时候也不能退缩，退缩完了更不好下。就下面就是白棋的怎么选择了。嗯，这个我就说他断应该是双，这样应该是这样。看一下。对，双一下。这个好像也没办法。嗯，双一个，就现在打吃这个，这还是争不掉，对不对？依然不是先手。不是先手。嗯，如果把它闷着，这个这块棋要小心。对，这块棋还没活。嗯，没有活。这样，这样黑的是长一个，就长出来吧，反正。这边确实是因为你争子不利的话，对，始终拿不住我这。对，即使再走一个还是争不掉，打出来能跑。我好像还是可以硬这边。还他这个拐吃了就有可能。就补一个。对。打吃就长。对，这样拿不住我这几个棋。对，这个棋要小心。嗯。那个没活，这个作战应该是他有利的，实战是他是单拐的。啊，单拐。嗯，单拐。单拐。单拐，这两个等于这两个不交换。嗯，不交换。这两个不交换的话，黑棋如果交换了，黑棋有可能长。现在他没交换，没交换的话，黑棋是不是就可能粘住？对，粘住啊。粘住的话，因为争子还争不掉嘛。嗯，他是粘了。啊，就是粘住。嗯，白棋可能，白棋现在感觉这两个都挺想走。对。现在白棋也很忙，嗯，白棋很忙。黑棋现在你只要护着这一块，只要没问题，嗯，即可。所以黑棋现在应该有利，因为他这个字都发挥了，嗯，像这个都发挥了，在他的比较子多的地方打仗，应该说他是粘上的，嗯，因为多走的话怕无益，因为这样再被他打了这个，嗯，他就直接粘了，嗯，直接粘。对，直接粘黑棋长的是吧？嗯，这个棋好像白棋啊，有点勉强，没有走出什么特别的、出色的，就是说什么形状。这块棋还有一个畏惧，要么还有没有别的下法，或者是长这个？因为打有点不行，长这个他贴这个，那我就跟着走。这个，嗯，让你先难受一下啊，是吧？是。有没有这样的下法？那我有没有可能拼了？拼一个这个哦，我就这个损一下。我这个的被你，嗯，你要和我本来是要走这个，对，这样您骑行会走这个的话，我断了，我就跟您拼了，也有可能。嗯，那你可以选择一下这种，比如说来个反手的棋子，这样也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有可能效果不错，因为确实我为了吃这两个白棋也是外面形状。那再从这转换一下也是一种思路。是转一转，别纠结这个。是。那么这一类的。这类你要这个我就这样。你吃这个嘛，我这样您再反手。反手转一下这个。现在纠结这样的话，实战已经这样了，它粘上被这个黑棋长，这个就在作战了。嗯。白棋再长这个，因为这个搬一个头也受不了。嗯，这是长这个，对吧？
那大家就硬来了，硬战头了。哇，他又是这个，哇，直接就扣进来。嗯，两个人就是你死我活，大家就死拼了，也一条走到的不拐弯了。嗯，不拐弯。对，我们看，等于从中间算，现在双方的分别的三块棋都没有完全活透，不拐弯，大家就拽着走，大家拼力量，完全是没有妥协的地方，飞的，飞一个倒是让黑棋有点难过，为什么？它这个形状不好，因为它如果是这种走这个啊，走这个，哎，对，冲的话它能挡，对，这倒是断，它能够胡打一个拿出来，这倒暂时不怕，对，暂时不怕，对，冲过来。但是呢他有一个这个打呀，倒是这个活好多了，这一手棋就能够等于把这个给解了，就算活了，这个多打一个他好得多，其实就是白棋保留，他等于看成就这个地方有个先手，对，我已经活了，对，这个他是尖的，就不愿意给他马上多一个子，这个子呢就是说你以后贴我还能够粘上，比如说你贴我，然后我就尝一个，这样的，哎，对对，这个子啊就已经威胁了整个白棋的死活了，插手棋，和刚才那个，黑棋这个狠，这个狠，对，所以黑棋要注意，就看起来好像这个联络最舒服，对，但是反而就是让白棋先上头，哎，对对对对对，还是尖好啊，尖好，这是这个韩一舟这个尖还是很硬了，白棋呢是往这个地方啊，继续处理这一边，哎，这个形状也挺好，这个可以，这样啊，现在他们两个人真是下得非常非常硬了，非常硬了，中间是混战，拽出了好几块棋，对，这块棋我看死活也是没有彻底，对，还没交代清楚，没有待清楚，这块棋这块四个都乱了，全乱了，大家都看拼力量了，对，完全拼力量，这个呢是一个好形状，他不走啊，可能被就黑棋再连着走，他害怕这块棋形状有危险，他补一个当然也可以啊，以后的这相应的来说，这块棋呢，它也算照顾一下。对。因为眼见的这个地方，就是如果说黑的真的要，就是假如这个，但是它有一个这个挡，对，它爬这个比较狠。对，比如说就是一门心思要吃的话，它往这儿冲。对，这个外面黑的还是有一点点问题。这，哎，对，你如果跑一个，我就顺势的夹出来。哎，对对对对对。大概这样，他有可能冲啊，就拐一个，拐一个，对对对，拐一个呢，让这个黑棋不好办。这个黑棋不好办。对，黑的如果走这个的话，哇，这形状不对，这两个就没了。这俩就回不去要家了。对，但我要是为了就这俩呢，好像这么拐，那不可以，我也不能要这个他就冲，这个不行，冲破了。所以等于就是白棋也是，就是如果说贴掉这一下的话，可能自己死活就对对对，他也是先保留一下这个，保留这个一定要保留。他就现在实战是白棋走了这个之后，黑棋是尖的这个啊，尖这个，尖这个，这个好像也是一个要抢的。如果换成白棋，这个也是非常大，为什么呢？这个棋马上这个棋啊，对这个威胁。这块棋，这只要一加强一连上，这个黑棋这块棋马上就要出问题了，很辛苦，所以他这个尖出来之后呢，瞄着这个四颗子了，瞄这四颗子。那刘老为什么我不能就是步子大一点？如果步子大，他有一个跨段的问题，有个跨段。就比如说这样，哎，对，他白棋有一个，他害怕这个，害怕，他害。这个征子，哎，对对对对，这个跨段，那黑棋怎么交代呢？他不知道，他担心，最担心的是这个，这样，对，对，我相信他是担心这个，这个呢，你要是要还是不要，现在都是很头疼，所以自己他先尖一个呢，他也是先把自己下的比较厚实，对，下厚一点，他是走的这个吧，对，那也是出头。
对，然后白棋你要积极的话是再刺一个，嗯，是不是啊？对，他就直接就这个可以，这个可以，白棋就回来了，对，嗯，这个棋应该是。应该是说是乱战的，要狠一点是这个，嗯，然后这个是比较狠吧？对，因为就有个断点嘛，我。对对对。那如果我双的话，嗯，可能在顺势出头。对对对，这是比较狠的啊。是。嗯嗯。那我这靠一个。再借用。对。嗯。这个害怕这个吧？如果我走，您再一双。不，他要断啊！这对，还可以先断。断，对对对对。断再说。哦，这个棋，这个棋呢，就这里面还有断的。嗯。是吧？对。但如果我要是粘上的话，我就对这边差一点。对了。嗯嗯。啊、哦，所以说点的话，可能也他害怕的跨一个。嗯，白棋可能会先反击，对，比较严厉。严厉，对、嗯。所以他这个都没来，他直接来这个。嗯。白棋走这个。投过来。嗯。现在不管怎么说，现在是还是个混乱局面，混战，对，混乱。他走了这个拐了，嗯，这个很大，非常大。这个、大他瞄着这块棋的死活，嗯，然后白棋呢也走了，我们这个冲一个，对。那黑棋没有再跟着走了。如果你再跟着走的话，就你这个拐、啊，刚刚说了这个拐，哎，拐一个、嗯，这个棋可能继续追杀，杀不着，嗯，杀不着，现在可能还不行，嗯。但也就是说，黑棋可能在这一带都有先手。哎，对对对，先手。你如果比如说多一颗子、嗯，这个多一颗子，可能这个就成立了。比如说白的跟您在这边硬一个的话，哎，对对对对，就可能不一样了。这一炮，对，嗯，他拐这个，你就贴这个，这不一样。嗯，是。哎，你如果没这个，你看这个就直接就冲过来了，是吧？你挡不住了。嗯，这个走，再走，对，这个还有个尖呢，对，是吧？嗯，这个黑棋不行了。是，嗯，好，我们看的是呢，对，现在哟，现在下的很多啊，嗯，在这个地方他是这样的棋，他冲的时候啊，走了个这个，对他走了一个这个，啊、哦，走这个，那就是他就是希望你贴呗，贴对，啊、如果长，哎，那你再补那个棋啊、哦，对，他呢是加一个。贴这个意思等于是补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啊？你要跑这个的时候啊，嗯，那我这个打吃先手，嗯，你不能再走了，嗯，是是吧？嗯，你再走我这几段了，嗯，就把你这颗子留下来就行了，我这两个眼就保证了，嗯，好，对，但刘老他这个下法也很拼啊，那他这样的话就是说黑棋如果以后这一带有子的话，对了，又有先手，是。对，也就是说，他如果说可能这种补法的话，可能木差一点、嗯、或者松一点。对，但是就难以决定。你还有一些变数。对，他实战等于这样，就是黑棋可能这边还有一些味道。对，而且以后黑棋有可能加一个先手。嗯，你比如说这种走一个都行。哎，对，有可能这个要点、哎、有可能就不一样。嗯，那所以这个白棋实际上这个挺苦的。是，感觉黑棋的选择多，这但是这个棋我觉得啊，现在啊，它是实战已经走成这样了啊，嗯，走成这样是跳了一个，嗯，白棋跳了，嗯，嗯是吧？嗯，黑棋是走这个，对，压一个，嗯，就继续对这块棋保持攻势，对，嗯，这个棋它是走的压一个，嗯，顶着。啊、哦，然后跳出来，跳出来，还是黑棋的攻势，嗯，还是攻势，黑棋的攻势，对，主要是这两手就是从这个拐开始，先手好像还长了很多目数，但是我这个棋觉得这两手多了一手棋，让白棋先动手了、嗯，是不是哪个地方啊？黑棋我怎么觉得这个地方有点眼花缭乱，感觉是黑棋可能还有更好的办法啊、嗯，嗯，或者白棋也有个探讨的地方啊，嗯，哦，他们这个时候下得很快，对，哎，这是看的都有点眼晕，都得嗯再看一看，对，有点眼晕，这个地方，嗯，我还有比如说胆大一点，嗯，这样的棋，嗯，可不可以这样，一手一步到位，哎，一步到位，嗯，冲的时候它可以跳，嗯。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是啊，他现在单走呢，或者靠住了。
这两个没交换，它是压的一个，这样它是跳的，然后尖的，然后再走这个，再飞，步子慢一点，或者说还有这样，这个棋啊，干脆就顶了算了，搬一个，这样这样的棋，走这个，就就地走，哎，就地做活，哎，这个先慢慢走，哎，直接。这个呢，因为这个已经保证了你出不来了，你这个要立一个吧。哎，然后再这个。对，这样可能更牢靠一点。哎，对对对对对。直接这个就有点担心黑的是不是？对，借此反击。对你这个的话，我有可能啊，从哪个地方我来反击你都有可能。是。我想来一个，来一个硬一点的。我有可能是这样的方式来进攻你。对。是这样比较好啊。他是实际上这个啊都没交换。对。我还交换掉好。交换掉。直接应该先做活之后再说。现在这几下之后啊。对你有可能站的激烈的这边都来不及了。走这个。尖这个。对。主要是好像走完被黑棋跳住感觉。那干脆就长一个吧就完了。他走这个就。这不是跳这个不就行了吗？这两个不是。在这儿，这个哪个行？这个好一点。那白的是不是也相应的往外走？往外走，对。就跳一个。跳一个，对对对对对。这个棋呢，他是不是还是有点想争取能把白棋封住？封住啊。不过倒是白棋也是活的。实在是已经这样了，他跳了。已经这样了。对。你要封他，不是这个是封的吗？就可以这样了，这不是就封住了吗？为什么不这样？30。既然你要走尖的，这个是个连贯的思路。对吧？对，就不要这个了。这不是封着了吗？也是。啊，但是形状不太好看。对，就形状不太好。有一点点，稍微形状尖的太多了，五子棋了。这个呢，就舒展一点，是吧？对。还有刘老可能就是，毕竟咱们刚刚介绍，这是30秒的棋啊，就可能。他每个选择就是一念之间的做了一个抉择，就不能说像咱们看慢棋那么的严谨和完善。现在白棋要抢这边了，对，白棋好像这是拐了一个，拐了一个，这是拐掉了，这个先拐掉了，是在应该跳之前拐掉了，好长一个。但是这个几个没交换，白棋觉得应该早先交换不一样，这个太大了，这个如果让黑棋补一个太大。那空就不好办了，所以这个棋白棋要抢啊。是，但其实就这个地方，确实就像刘老说的，白棋想走掉，黑棋其实也挺想。对，黑棋这个时候一个是加，一个是这个，我都担心这个棋是有问题啊。对，因为我们刚刚介绍说这边黑的也有先手。对。就总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双方都。你说对，这个地方如果这样，这样再顶回来，这不是很舒服吗？马上这个棋就成立了。我能跑出来了，对，你再打我就可以争这边。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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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棋白棋可能很危险，所以白棋应该先走掉。可能双方在这个地方有点。白棋是抢了这个，抢这个。现在我觉得大的地方太多了。是。这个棋白棋没有走掉啊，以后黑棋有这个手段。是个隐患。还有这个棋白棋啊，我怎么觉得这个也特别大？这块棋怎么办呢？对，我甚至觉得这个棋都想抢这个棋或者抢这个，这块棋没活呀，对，这块棋没活，我甚至要超过这个棋，超过这边大，先攻一攻这面，然后再说这面还来不及，可能吃这个，是，现在他是走这个了，但是我怎么觉得这面非常大，对，非常大，这盘棋真的是杀的眼花缭乱，对，就感觉都忙得过不来，对，大的地儿太多了，都在忙，大家都在忙，就总觉得这个每一手棋都特别大，都急得很，都来不及，我觉得就是黑棋，感觉啊，黑棋要走，就觉得黑棋步调如果能还是比较有利的，黑棋也机会多一点。因为他一直在攻着掌控着局面，但是现在来说这个被白棋捞了一票，这个的话还可以，还可以，控上来说黑棋我觉得能够往外走一个，这个也不小，这个不小，对，这个不小，不往这走吗？他走的是跳这个，跳这个，把这走，他是觉得这样也了不得，
的确，的确，的确，这个棋，这个棋哦，我觉得这个马上走这个是最好。这还是回到这个，就走这个最好。现在是考验白棋，对，就现在考验白棋是最好。嗯，这个时候白棋走什么？我觉得真挺难受的，这怎么办啊？走什么？你走这个的话，我这一长马上也是你要你的那个什么，马上你得给我交代这个怎么处理。嗯嗯。然后你走这个，我这一顶，嗯，也考验你一下。然后再说别的，现在这个棋直接他是走什么，他是走这个，对，哎，当然这个也很大攻着这个白棋啊，对，现在白棋是走这个了，对，哇，这真是，这个也是因为这个棋啊，嗯，如果我虎你虎，他这儿有个、嗯、有个冲啊，这里有个吃断，嗯，你受不了这一下，对，所以等于是，其实是白棋等于是看成保留了这个先手。哎，对对对，嗯，然后这样的话，黑的就有点难受，这个棋是这个是个也是个棋形，嗯嗯，二十，长了一个，长这个、嗯、粘上、嗯，对，那就是要下去了，应该是黑棋，黑棋下去了，嗯、黑棋现在，因为不下去的话，这个棋它自身也有点弱点，嗯，但是下去之后还有一个。有一个那个白棋也威胁着白棋，那我觉得确实还是刘老之前说的，就赶紧把这地方给问掉。有、哎、一，是吧？当时这个跳之前，这个是个好机会。嗯嗯，那个时候，现在呢就下法不一样，他直接就手他走这个了，走这个了，走这个了。白棋是这个，对，白棋这个啊、哦，哇，这杀的脸花缭乱，大家都顾不过来，都欠很多毛病，都是忙的不得了，到处忙、嗯。哎呀，现在黑棋搬这个，对。的确，这个搬一个是个形状，嗯，搬一个，它自身的搬粘之后，它这有断啊、哦，哎，自身这个断也非常大，嗯，它自身的死活还有这个问题，对，那就看白棋怎么补断，哎，白棋也不会补这个，它可能就冲掉，或者是这是它的先手，但是这两个还不肯交换，嗯、这都是先手，这都是先手，但是呢，它的补。嗯嗯，那就算冲过来，冲过来就这么补。冲过来之后啊，你这个再走就完全味道不一样了。现在机会就错过了，嗯，现在再可能他白棋后走后了。对，所以刘老师是不是感觉这一串黑棋可能会有更好的下法？可能我就说跳之前先靠是一个好下法，嗯，或者说现在，这个棋不补的话，有没有敢不敢抢一下？嗯，这也是一个，也是个问题。补的，对，比如说如果、啊、我走这个，哎，对，然后这边太大了，很想抢这个，很想抢这个，很想抢。嗯，想这个想攻一攻这个黑棋，觉得太大了，都是大的地方。是，现在白棋已经冲了啊、哦，还是忍了，不忍了忍了。但这个不过、嗯，这个冲完之后啊，嗯，以后这里有点这个挡先手，嗯。他还有一些厚薄的问题，把这两个吃掉也安心了，他有所担心，嗯嗯，就算这个棋要不走的话，这个棋不说有断有扳、嗯，这都很担心的棋。对，白棋还是形状比较差，嗯，白棋是还是选择把自身先安定，安定，嗯。那么黑棋下面怎么？现在黑棋你看啊，嗯，这个棋没活干净，没活干净，嗯。你不能视若无睹，对，不可以的。嗯，然后这边刘老还始终惦记着这有一个大场，对，很大。嗯嗯，三十。如果你只是这么活回来，那是不行。搬的也没啥意思。搬我估计啊，他就算长一个给你了。嗯，这样很有可能。这个棋你粘上他往这面走，这不可取。是。他不肯。对。要么就就刚刚刘老板这个图等于黑棋转了一圈就收获了这么一点，那跟白棋安定完以后在这边先动手的话，从自己本身是主动的一方，而且这个棋、啊、收获太小，这个棋啊它还有可能它给你这个还强硬、强硬的话也没有，因为这个地方有尖的味道，嗯，也没有成算，是，嗯，它是挖的，是挖、这个、是好棋，挖好棋，嗯，挖是个好棋。十大的话，白棋就是上打下打两种选择。如果上打，嗯，他粘住。对，如果再走的话，嗯，这个棋黑棋哈、啊，嗯，
这个黑棋我也有点犹豫了，不知道走什么的，多数是要走这个的。嗯，再继续。多数是要走这个，对。多数是走这个。对。这个棋，白棋的话，如果这样。嗯。黑的，黑的有没有可能？嗯，这个有严厉一点的。已经白棋没这么下了，不是就是白棋啊，是选择了一个狠的，他是走了一个狠的。下打。这个是个普通的下法。嗯，这普通下法，这比较温和。你除非你断能够成立，断不成立的话就不行。对，如果说简单的下成这样。啊，这样。对，我觉得白的也可以考虑啊，这样。白棋考虑啊，嗯，因为这个马上这块我没火嘛，你马上也必须要出。嗯，那如果说黑的再花一手。那这样我看对，我觉得主要是能抢到刘浪的这手棋。哎，喜欢这个白棋啊。嗯。现在，他老是没这么下。他是走了一个极端的，他走了一个这个，嗯，因为现在这块棋也没活啊。啊。这块棋没活。他是你要来，我就给你拼呢，啊，没事啊，嗯，打吃也没关系啊，嗯，打吃就算我粘上，嗯，就算你粘，我再一贴，对，嗯，就这个也可以啊。对，一步到位了。一步到位，这个棋这块棋没活。这块棋没活，嗯，不，这个棋可不能死啊，哦！这个死就完了。是，他已经他不，这个黑棋没这么下。嗯，确实，白的很狠。这个狠，但是黑的好像也马上就做出了一个很大气的抉择，把这一下打完了以后，把这个倒过来了。哇，现在又转了，这个大角不足为不是很大了，这个中间这个很大了。嗯，我倒觉得这个如果白棋死了。那死的棋所得不偿失，嗯，这个死掉是受不了的，对，太大，嗯，这个不行，这个死掉太大了，是，这个死掉的话，它等于是本来是要攻黑棋呢，现在变成黑的木了，对，现在黑棋是白棋来了一个常规手段，对，所以现在得看就是白棋这中间还能不能活了，是不是？啊，哦，它这个断这个活已这样活是没有希望的，它是断的。断的话，你如果不管你打哪个，他就翻出来。嗯，那我就对长一个是吧？长一个那就弃子了。嗯，对，弃子的话，到时候白棋能抓掉一个啊。嗯，这个中间太大。嗯，抓掉一个黑棋，把中间吃掉也是可以的。嗯，我看啊，实战就选的就吃掉。吃掉。嗯，那就吃掉了。是。嗯。应该是好像是没有别的选择了啊。对，白的走别的都来不及嘛，这下也走不到。这来不及了，这可以打上去了。嗯，所以感觉上。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还想觉得有点不忍的感觉啊。对，主要刚刚我觉得就是刘老上打的这个图，我觉得我还抱着攻黑棋的这种心情。对。我就不太接受自己还挺大一块棋筋突然就死掉了。死掉了，嗯，你看他弃了角之后死掉了。是。这个棋应该说黑棋这样的转换呢还是不亏。嗯。黑棋不亏。是我们来看。啊，对，当然这也是这个快棋的魅力，就是在这个非常快速的情况下就是经常会出现这种大转换。应该这样吧。嗯。这样的话，这个里面，哎，这个能够有个20目左右。嗯，哎，这个棋，但是白棋这个也很可观。嗯，它关键是什么？它这个本来这个薄，这个也薄，对，它把这个20目一吃啊，它两边都不是薄了，对，就变成空了。效率高，效率高。嗯，这个黑棋啊，你别看你吃了，这个都成了很大，也很爽，很非常爽，但是呢。这个双方一隔算呢，嗯，黑棋也不差，嗯，黑棋也不差，是，这个棋下的是，哎呀，很有意思。这个地方我觉得值得探讨的地方太多，是，对，值得探讨。现在白棋非常把这个叫全部搂住，太大了，这个，哎呦，这个真肥啊，真是，所以。通常的情况像这样的话觉得是黑棋肯定亏的，对，就白棋能这么高效的，这么高效的都搂回来是很肯定亏，但是现在是有个特殊情况，就是本来黑棋是薄棋，对，我两块孤棋薄变厚了，嗯，薄变成空了，是，但这个成了这几十目啊，他因为现在黑棋落得先手，应该说黑棋也算可以，嗯，
对，所以这盘棋俩人也是一直这种脸花缭乱的精彩攻防，以后这个形势还是、哦、三了，现在这个地方就算告一段落，告一段落，嗯，告一段落，这里面有没有怎么感觉看着还有没有别的棋？是不是？嗯，比如说，就是怎么组织组织次序，这个长会不会也是先手？嗯嗯，长也有可能是先手。也有可能，因为眼见的，如果我能用到加一下的话，我是不是这就有棋了？哎、嗯，你看看，我就如果说这样，目前呢、啊，看我这个次序，你是不是要这样？对，我要冲了，冲，他冲这个，只能冲这个，是吧？对，但是次序挖了那个什么，对，要挖了打劫，嗯，这个就有这个棋，有点这个味道，只能说，目前、啊、你要、嗯、这个时候他又粘账了。对，这个倒不见得。那我次序好像不太好组织。我先挖的话，您就粘这个了，就是我这样再冲。不，他就算来个俗的也还原了，啊，是吧？对，这个劫白的黑的白的应该打不动。应该是先目前棋不明显，嗯，是吧？不明显。那就说暂时是没有暂时先放一放，嗯，暂时没砸棋，嗯，实战已经走这样，哎，他是走了这个。韩一舟已经走了、哦、啊，白棋不，他点点的时候，白的他尖了一下，对对，尖了，白尖了，然后他虎了，虎了一下，他断了这个地方，嗯，黑棋断了，黑的等于把这地方先断交换一下，然后黑他是希望这样，嗯，断打能够打下来、嗯，他现在就拼了命的走这个了，嗯，这个是要的，这个不打，这个棋就不对了，因为什么？如果你这个。嗯，白棋粘上，嗯，你大概尝这个里面能做活，嗯，做这个争取做活，他大概提一个，嗯，对，这个里面呢，他就要给你来使点手段了。对，这个黑的气好紧啊，这如果走别的，这已经有双交吃了。对了，如果我提，啊，这个我就不行，已经有棋了。嗯，你看这个棋已经就有棋了。对。这个棋关键，只要一出棋，这个大龙啊都是有问题的。嗯，这个黑的太重，这样是吧？这个不行吧？嗯，粘这个也有棋了，提的他提你没法办了。对，这不行。这个不行。所以就是打吃的时候，黑的还是必须要粘上。他是粘上，实战粘上、嗯。是。嗯。那么白黑棋大概吃这个。对。已经走这样。嗯、这个好肥啊！真的是。白棋是好肥的，一步棋就走到位了。嗯。也收获满满。但是黑棋把这个也吃掉了，这个也是他就安心了，这个吃掉太重要了，嗯，吃掉等于两块的死棋变活棋了，嗯，两块就是孤棋变活棋了，什么无忧了，现在就瞄准那个角了，对，又去掏这块的空，对了，嗯，实战是实战，哎，对对，已经走了，对，实战、嗯、点一个应该是这样，应该基本上把那个角给掏了，嗯。那掏完以后，现在这个算怎么着？看看形势了，对，目数怎么样？到底怎么样？现在，哎呀，黑棋中间这个拿住，嗯、白棋这个很肥，嗯，黑的这个角也不错，黑棋这个可是不少，对，这个也有角，嗯，黑棋的空还可以啊，嗯，黑棋的空还可以，他把那个角如果掏、嗯，看掏成什么样了啊？对。哎，我们可以等这个地方定型完以后，哎，给大家判断一下形势。白棋粘上的，白棋粘上、嗯，这是普通的下法，对，粘住，哎，嗯，它是爬的，这个尖也有，它是爬的，嗯嗯，爬一个，那么多数是冲一个，嗯，是这样吧？对，应该现在应该会冲了扳，扳或者是断，断，那我现在是不是就吃一个？对，也有这样的下法。对，那我现在就做火吧。对，这样您看差不多，哎，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这不错，这个不错，嗯，哎，我打我就虎，哎，我走这个你就虎这个、嗯，应该虎这个，这个挺好，这个很好，嗯，这个下午不错，嗯，黑棋这个好，哎，嗯，这样白棋并不好，嗯嗯不好，嗯，所以白棋可能不见得要这样吧，对，可能单扳，单扳也可能。对，因为现在好像边上的空没有脚上大，对，就白棋有可能会就是通过一下交换，哎，再来把这个脚吃住，对对，把脚这样的，它脚上比较安全，不是像刚才那个眼位没这个好，对，要么就是考虑端这边，但感觉上端这个端这个它会吃掉、哦，对，已经亏了，嗯嗯，
那基本上就是这两个，看他怎么选。这个脚掏的也很舒服，掏掉。下面这个棋就等于又回到这个拼那个空的问题了。对，我们可以等这个局部定型完以后给大家就是看看现在时控到底怎么样。刚才我那个段可能他觉得不行，他先这个是必然的，这个我估计就已经这样，那就是基本下成这样，基本是那样。基本下成这样。对，因为黑的虎进去这边一立局部不是活 的，这不可能，这不行，这不行，所以只有搬，只有搬。段呢脚上倒是比较安全的。现在他们都在边走啊 边在看这个形势，判断这个形势。对，全局的形势。对，这也是这个读秒的这种比赛的一个特点啊，就大家在下的时候基本功吧。对，就虽然是必然的招法，然后也会争取时间去看别的地方。断上去了。断上去。那黑的应该会占。这在判断，每一步都在想这个，对，这个时候就在点目和判断形势。对，就是虽然说我们都能预见到，就黑的粘白棋长可能都是必然的了，但是我们看到两位棋手都一定是读到最后才会落子。这样的话基本上是白棋能够抢到一个先手，黑棋是后手做活一块。下面就是没定型的，就这一带还有一些变数、中间这已经定型了，这个地方没什么毛病的话就没什么，中间还有一些看看怎么定型的。现在你看他这个手啊，手指头在点目呢，手指头在点目。这是谢柯的下棋的习惯，你看他拿手指头点目啊。对，前面他好像计算的时候也是这样、个、就好像就会有一些辅助。白棋对这个脚是踏实了，而走在这、你看走的非常、这个位置比较好，效率很高。这个位置好位置。这个呢这里有毛病，有一些毛病。他还瞄着你的，瞄着呢。对，瞄着。你打这个呢他就脱先了，不会粘了，对，可能就走别的地方了。对，他是走这个呢，他还想就是追究以后是不是我这断完就不一样，全都走完我还能拉回来、对对对对对，有这样的一个下法。但是白棋有没有比如说这一类的，对，是吧，你大概是这个头发粘，那我再一挖。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有没有，你觉得，因为现在黑棋这已经局部是死掉的。对呀、那这你来不及啊，对吧，对，这个尖怎么样，等于就是说如果说你再想走这边的话，我大不了就不要那个这两个了，可以吗，是不是应该这边打吧。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这有一个尖的问题，这有个疑问哈。那如果说尖的时候黑的只能吃这个再被白棋挡的话，那可能就是不是不便宜。对，这个我这个打，这个打、考虑他现在实战已经走这个了，对，所以这边可能还有点疑惑。他白的是冲了一个，点在这儿，然后黑这儿黑棋这儿冲过，对，然后白棋点一个呢，就实际上就是这个试试他的硬手。黑棋要么靠一个，要么尖一个，就两种下法。对，一个尖一个靠。里面就是说死活不是问题，应该黑棋活是没有、还有你要么黑棋要是凶的话就往外拐，你这个可能不太敢吧，现在不太敢。应该不太敢。对，他是靠了一个稳当，像这样的棋呢就是说我形势好啊就不要去闹事了。这个棋目前来说这个不怕，他就虎就行了。那就是从招法上看，黑棋现在对自己的形势还是觉得还行，还可以。他挡的。挡了，这样就定型了。对，那这个黑棋又补一个就这样了。这个就先手便宜。对，先手便宜挺好。这个木啊，脚上木也不少，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什么棋的话，应该黑棋的实控还是可以。但是我是看这个这里面有没有棋，主要这个尖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下面白棋现在实战这个是要补的，这个不补这一尖这个棋就没活了。这个特别大，
对，这个就是这么定型了。对，甚至横梁可以像您说的，好像先夹完再。这个夹它就虎先，现在就虎一个也行，就现在黑棋虎。我说打完如果不走，哎，那不行，对，这个必须要补。嗯，现在夹没什么棋，它虎路，对，应该也没问题。嗯，这角是很大啊，这黑棋这个角也很肥实。现在白棋看怎么定型了？哦，它是长了，它没有尖，它是长一个，嗯。长了，长它就爬，那就没有什么变化了，就直接就活了。对，但是就交换这两下的话，感觉木鼠呢好像黑棋这个下法还是得分了。现在就长，它已经爬了。对，所以不知道它就是觉得尖，为什么不好？它爬，然后再来一下。对，那就是这样，那肯定是下成这样。就这么交换了啊？对，主要是觉得不舒服的是这个挡都是后手。是后手，挡这个他再走点，他能挡这个活棋，是吧？对对，所以就是不知道白棋长了这两下以后，到底未来能有几目？对，所以说尖这个是可以考验他一下。他是没走，这样这么定型，定型了，黑棋也总算满意啊。嗯，黑棋可以。黑棋从时控的角度，局部应该是撑得最满的了。韩一舟已经粘上这个以后啊，这里有个段。是吧，这有个段，对，这个段里面让白棋有难受的地方。哦，这个搬一个，小巧，对，他先这个有意思。如果您挡了，如果挡，那么我这个挡就变成先手了啊。看看大家看这个不走，我这一打迟就死了。对，对吧，他等于考验你一下，我一搬就死了。如果我单挡是后手，单挡主要是连着的，挨着火棋，是吧？再一搬，他就后面吃就完了。先考验你啊，先肯不肯让？对，如果挡一个，那么我再挡一个，我就得到那个先手。哎，对，这个我就先手便宜，让你哎，这个不错。这个搬是个巧手，哎呦，最后退让了啊。那我这个两目棋我便宜挺舒服。是这个白棋便宜了。哎，这个小巧手啊，挺好。在会计当中能走出这个也是很妙的一步棋。哦，现在是拖的这个，拖这个，哦，又在考验黑棋。对，感觉这手棋也是看起来就挺像好棋的。哎，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时候得要出手了。如果你这个再这样顶了扳呢，这个肯定不好。对，他就立。哎，这个棋亏了，不能这么下。哎，现在已经试过景线，当初不管是黑棋靠啊，或者白棋应该先走，他现在已经过了，这么变化全不一样了。所以现在随时都能联络。哇，靠的时候他就走长一个，哇，够凶啊！这个棋老实一点就这样吧。对，老实，但这样就可能就是对，就这样看成白棋便宜一点。对，就这样。对，这样的话输就输，赢就赢了。对，这个棋应该说这样，黑棋的空不少。黑棋的空不少，黑棋也不差，黑棋不差，尤其是这里还有段，哎，这里你看你补走什么？这个棋收官的话，黑棋不差，黑棋形是可以的，可以的，黑棋就应该就这老实一点。现在如果长，看看能不能成立的问题啊？对，主要就是从逻辑上觉得人家拖嘛，这个长应该是想过的，所以就会对这个有点。能有点担心，这个地方搬了他就顶没什么问题，他就搬这个啊，搬这个棋上边的。但这个如果我断的话，您断这个就挡了。对，挡这个，你吃这个我就爬了。是这个有一定的风险，这个打是先手嘛。那如果我是拐下来，他长这个啊，是吧？这里面好明显有棋，这黑的怎么办呢？这个棋怎么办？对，因为我现在下面要受气嘛，我得紧着您的气，紧着气，对，是吧？对，那您好像这个紧气，我有那个打，如果说他的打掉先手，对，打先手，对，然后您再拐我一个，拐一个，对，啊，这个啊，这样黑的不行，对，这两扳长一气，对，这样不行，哎，那这扳一个怎么办呢？对，这个是一个著名的棋形，白棋通过这两个二路扳就延了一气。对，这个棋有点意思了。哎，黑的这个地方得小心啊！小心，这个好像。好，我们看这个实战，这个地方扳一个是要是出棋的地方。本来黑棋、不能，黑棋退让的话，应该是黑棋还可以。对，从精神上看，觉得黑的时空还不错。他是走的这个，他怕挡，
对，那就是刚刚咱们这个图。他这个是走的这个，那我就长。那就黑的肯定还得再断。断嘛，他可以拐一个。拐一个，反正这个时候白棋肯定是要这么折腾的，要不然他。对，如果我是走这个的话。如果走这个啊，如果走这个，他不是这个就可以那个什么了。啊，这样您能走这个，您可以尝这个。这地方确实很烦，白的，好这样拐死。能拐死吗？这个冲。冲我就挤。哦，这个是下的有意思了。是，这地方好像就看起来觉得白的不太行，但是怎么黑的就刚好都被收住了。收住了。断的话我能挤住，是吧？对。这个地方白棋好像很顽强。因为这个地方还没打掉呢，还有各种的变化。对，他还可以保留这边长的。对了，那这个黑的怎么办？黑的这时候能搬吗？这个搬呢？就这会儿搬能行吗？这我好像不行了。这个可能不行。这个断一下就已经很麻烦了。对，现在您好像就就哪怕回去这个也不行了。这里面这个是吧？啊，那怎么办啊？这个棋看看。那实战，啊，实战这是啥？他爬过了。那中间不要了吗？中间实战啊，真要他是这样啊，他是这样。我们看一下，就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摆断也不好，断也不行。他是爬过，爬这个，爬过，那就上面弃掉了。他可以把这个粘住，不是就都给吃掉了？打掉了，打掉。哇，那这个收获有点。中间这个很大呀。哇，这一下吃了快20目啊，对，差不多有快20目。快二十目，对，这个棋我觉得是黑棋亏了。黑的是不是有什么误算，或者是你这个20目，这个中间这怎么着也没那么大。对，主要还有点漏风，就这个地方怎么满打满算？如果你只是这样，这个不成正比，他白棋把这个挡了，这个棋亏多了。对，咱们就跟刚刚刘老师说的这个图比嘛，等于上黑棋本身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这地方本身就如果点到这儿是6目，对对 对，然后白的没什么目，对，实战等于是黑的把这个地方的目多撑了一点，但是中间被白棋凭空多了快20目，对，亏了。这个应该这个明显亏了，明显亏了。这个棋白棋成功了，是就这个最后这个胜负手一拖，黑棋这个一拼命一长一个，他其实退让是最好的冷静，但没有退让的话，这个棋被白棋这个吃完之后，黑棋现在走这个了，他是把这个断一个，出点棋等于在这儿出棋，对，这个地方断一个，的确这个断是很大，是吧？断很大，但这个地方的亏损我觉得在现在，对，这个亏损不是差一点，这个亏损很多，这个地方黑棋误算了，黑棋误算了。那中间这个棋明显你那么多目，本来连回来这肯定是非他本意的下法，对，可能是终于这个读秒当中这个，哎，他是立的啊，立的，这个棋立啊，它这个地方是有棋的，挡是有棋，但是呢这个棋啊，倒可以现在先打一下，先打一下，可以先打，是，对，再挡，如果你提，我这儿可以多打一下，挡先问一下，挡了可以打了，现在打呢你粘上再挡，哦，它是单挡的，单挡人家就提在这儿了啊，亏了，又亏了，这个亏了，这黑棋亏了，你再走这个人家吃这个了，这个应该先打，这个是个基本功，先打这个，哎，差不少，哎，这个是可以是差不差一个，这个打真是差不少，对，而以后万一我拖进来以后这边还有攻守的关系，这个黑棋又亏了，对，这个黑棋韩一舟连连亏损，我感觉他可能还是这个地方的冲击有点，对，有点还没缓过来。这个打是一个基本功，要先打。对，你跟差不少棋呢，这个差不少，多打一下就差很多了。啊，这太多了，这地方啊差很多了，对吧？这个目数，这挡了能够打上，这个、就吃完不行。这地方又差。看现在他是走什么？现在是单挡，他提自己吃这个粘这个，这么不但没打，让白棋打了。对，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基本功很重要，这个一下就差好几目，这又差2目感觉。
这差很多，嗯，这个差很多。对，这样的话就是白棋注意这地方有个断点，白棋把它补一下。哪个断点？这个。哦，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地方啊，这个棋是先手，这个有个断，嗯，打打打能够跑出来是吧？嗯，白的就看怎么补一个。白棋是挤了啊，这好棋，好棋，好棋，好棋。因为你打吃我粘上之后已经补上了啊，因为你这个断呢我有个接不归，对对对对对，这个其实个要点，嗯，就补断之前来等于要先手，嗯，好棋，白棋这个好棋，感觉好像谢柯是越战越勇，对了，这个后半盘谢柯得分了，谢柯得分了，对，这个地方黑棋损了一下，对，哎，这个损了，这个地方损了一下，这边损的多，这个白棋这个好棋，嗯。现在、哦、爬的爬的爬爬一个好棋，爬要爬黑棋这个应该爬掉，嗯嗯，爬一个，对，实战，嗯，实战爬，对的，这个爬一个收官了，现在也没有什么别的棋了，嗯、白棋把这个吃掉了，他死活不是问题了，是，哎、他就安稳的走，哦，他走这个了，你看他走这个了，他那个地方不可以不理了。嗯，本来是必须都是这必须先手的，现在他不理了，是，这个太大了，这个太大了，嗯、白棋非常这个太大了，对，所以可能黑的有可能这一串收下来又不见得便宜，就亏了，嗯，因为他本来可能觉得这个是先手，然后收完再飞的，但是被白棋这样一个巧手，他这边又欠了，后半盘是黑棋明显的亏损，嗯。嗯，是，对，等于白棋，你看又这又便宜一下，又飞着一下，飞着是的，便宜，这个太大，嗯，没有别的大的了，这个棋基本定型差不多，啊、他是走这个啊，就这边大了，就是，嗯嗯，这个当然收官，这个也是大关子，也是，嗯，现在他们就走。你往大的，你看这个爬是后手，这个棋啊，它就白棋大的都抢了、嗯，这个棋也都已经变小了。现在中间还有一些大棋，嗯、也比如说这先生这个冲断也都大。嗯啊，加一个啊，加一个对，加是黑棋的一个先手，这个、是他全也是。嗯，这如果立的话，被一冲就对，这一冲就坏了。嗯嗯，白的只有忍忍一下，对的。嗯忍一下，对的，对，站住，嗯，应该是这样，这个定型应该是这样，对，今天这样，对，这边这个字也有价值，这个很大，这个很大，嗯、这个以后是挂粘之后，这个冲断之后挤的这个很大，嗯嗯，应该是这样，嗯，那刘老，我们现在大概给大家看看目数，看看目数，好的，嗯嗯，现在白棋的目数。啊，这个吃的肥是了。嗯，对。看看这个。十一、二、三、四、五、六、七。白棋有多少目是吧？嗯。是这个脚上你看比较肥是啊。嗯。二十。十。二十几目啊，二十三。嗯。因为白棋现在的左上角23目啊，嗯，这中间，中间确实比较，中间比较大，嗯，哎是二十五，六，七，八，实战我看他走什么打吃了，嗯，是吧？粘上已经对，这就是咱们摆的这样，哎对，现在该黑棋收官，嗯，冲了，冲这个了。冲一个，啊，对，20，冲这个就要么推让一个就算了，推让一个算了，是吧？推让是已经推让了，嗯，嗯，黑棋这一块是多少目？现在你判断，我看啊，判断的话。20，20，1，2，3，贴不出目，嗯，是吧？嗯，我贴不出目了。对，感觉很明显，就七目半是负担太重。
现在感觉盘面也就可能黑棋稍好一点点，就非常有限，非常有限。那现在的这个官子也是越来越少啊，这盘棋可能黑棋就比较危险。现在他是拐的这个，冲完了拐这个，来了就拐住，拐住，对吧？现在就定型成这样，对，定型成这样。来的这块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啊。自身他把这个吃通了，他只要联络即可。对，就是确保自己。确保联络。再冲。再冲。再冲，退让吧。退让。反正这样连的。联络吧，联络即可。联络的话就行了。对。他或者是再冲，是吧？应该是再冲一个，再冲，你挡上，他怕他再冲。应该是这样。他挡住了。挡住这个，退一个是不是就算了？他实战就这样。他要撑住这个。撑一下。他也许讨厌冲完之后把怕黑棋冲一个。这挡一个有没有危险？断一个。断。那我肯定得把这个得连上先。就这个。那么我打一下，打一下。我发现，就首先现在的话，好像白棋刚好没什么问题。我这上面是活的，黑棋是这个，你的这个我就连落，连落就不管连哪个啊。这样好像我反正是活的就行。中间这个形状有点奇怪。但好像刚好，就如果您走，我这下面也有眼。形状是有点奇怪，下面有个打吃，多一个眼，对。但是我黑棋可以这样，挡住，对，对。现在不能粘住，就是粘它一个，如果粘被它这个多打一个，我黑棋如果粘一个，被它能够顺手打一个，对，气不够，是黑棋。黑棋没有办法，黑棋就团一个这个，是吧？撑得够顽强的，白棋够顽强，对，这撑得太顽强了。看来还是黑棋就自身，这边白棋还是有先手，还是有先手。就关键有先手，这个长了或者挤都是先手，所以它本身还是活，活是还是活的。对，那黑的如果这个时候冲这个，冲这个大概粘上吧，冲这个，对，这样冲，冲可能粘上。那白的这目便宜啊，还是说我自己啊？对，我没就回不来。黑的还是欠自己欠问题。这样不行。这样如果我走的话，您把我这边冲乱，还是有一定危险性。那就看他实战，实战是端这个。那但是白棋就粘，反正死活不会有问题。实战就是这么下的。那黑的打一下。这样死活不会有问题，也很下得很绷得很紧呐、啊。绷得很紧。现在黑棋别的都不行，因为你走，只能是走这个。对，只能走这。白棋就两个选择，走这个。如果走这个，被它挤一下，有个扳。对，就是等于这边黑的就可以加了度，这样守目。这个两目要不要？面临抉择，对，这两目要不要？要不要呢？那这个棋走完有个紧气的关系，马黑棋马上要走，不走这个搬下去也很讨厌。那估计还是会不要这两目。他已经走这个了。对，没要这两目。走这个。好，这个黑棋马上这个要力非常大。这个也是不得了。但是这块棋拿这个白棋没有办法，是他也没有，他也不行。如果走这个，他就挤一个就行了。对，挤一个你粘这个，他把这个打了就行。对，他就确保他这边先手。对，实战是这么走的，实战他是虎的，他就挡住。现在没办法，黑棋你如果粘，他有个叫吃。那这么看，只能粘这个了。只能粘，对，是这样，只能粘这个，只能团这个。这样等于黑棋也是逆收了白棋本来有可能的挤了挖粘。对，他挖粘是他的收了点目，逆收一点。黑棋已经走了。
那这样白棋得做活。白棋这个是活棋，对，上面一个眼是铁的，下面是个眼也是铁的。嗯，大吃阵半阵能活了啊。对，他是搬的这个，搬要求效率更高啊。嗯，这个黑棋肯定是要虎毒。对，那他再吃。再吃，嗯，基本上是这样。大概你打我提这个，嗯，大概是这样。这么定型。那黑棋也就是先手把这定型了，对，然后估计得收这个，然后白棋再把这边定下戏。现在这个棋必须要走了，嗯，啊，就是这样。哎，这个棋黑棋落得先手之后，那个棋赶快的走，这个不得了。嗯，这个不走的话要出问题。嗯。现在那就是黑棋走这个，我估计白棋再往那边收官。收官这样的话，就是，也他们到杀到最后，实际上是胜负啊。现在应该说也是小胜负，但是白棋从这个进程上看，白棋明显的占便宜了。嗯，应该是白棋好了。对，就白棋进入这个关子阶段，后半盘还是。收获很明显，就是在这一代和这一代。对，黑棋打。嗯，啊，打这个。打这个，打提一个，交换。嗯，这么定型。要不打的话，这个利好像是先手，利是有先手味道，哦，有先手的可能。嗯，打掉啊。然后利了，哎呀，这个特别大，这度过特别大。嗯嗯，现在应该说最后比较有目的就这个局部。对了，看一下他们是怎么定型。嗯嗯，断这个可能没啥意义啊，断，哦，这个，就算他长你，得不偿就吃的难受，这得不偿失，这个，嗯嗯，没有啥意思，但这个还有个拖，嗯，没啥意思是吧？吃的不大，吃的不大，拖我就这样，把对他就粘上就可，对，嗯，不大，嗯，看看他怎么收啊，哦？那如果不能断，基本就虎了，虎一个，嗯。这个棋你要如果粘的话还度过，嗯，是吧？对，如果你防他度过，你这么猴一个也很难过。对，但被这边交换一下。对了，现在主要是盘面上实战走，他是虎的这个，啊，嗯，这个呢，他就下面可能白棋也可以度过。对，因为白棋现在挡的话，黑的哦，那他打一个立下来是黑棋希望走成这样的，嗯。所以，哦，他挤的这个，他你看他一看你老不打，我就给你挤了。嗯，说不定黑棋可以先打掉，打这个，嗯，打这个，再虎也可以。对，哎，这样也可以，嗯，打掉也没什么好不了。这个呢，以后有个扳的问题。嗯，扳呢，你的粘我把这个能吃掉。哎，是，好像这个很大。这个地方白棋又挺机敏的下的。对，又亏了吧？又可能是先打掉再虎。对，你单虎的话被他这个给他反挤了，嗯，对，哦，被他便宜了，有可能，对，好像又便宜了，宜然后还顶到这一下，对对对对对对，嗯，有可能又便宜了，是，看来这个后半盘应该是这个谢克的强项，感觉这些小地方但是那个韩一舟好像不应该出的这个错误，嗯，是感觉不应该，嗯，也很有可能就是还是这一代这个是关键，对，影响了他可能后面的一些发挥。后半盘处处亏，这个地方差一点。嗯，对，这个地方好像又差一点，嗯，是吧？这个都亏了。对，反过来就是像谢克在读秒中这种细腻的地方，哎，对对对，也还是处理的不错。哎，黑的这也是靠这个，靠这个，对，想靠这个呢。是你首先不能挡，挡了我这一双你吃掉，嗯，你大概只有粘啊，嗯，可能粘上，嗯，是吧？那这样，嗯，那我能吃着你，吃，对，打吃这个，吃这个，嗯，这个，嗯，对吧？对。然后我挤先手有没有？挤先手是，目前还不成立，目前啊，嗯，不成立，嗯，暂时不成立，暂时不成立。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挤先手，我觉得目前，然后你粘，粘这个，嗯，对，我粘这个，你不能断，对，我要是这留下来气不够，嗯，我刚好慢一气，对，
这就锦旗就行了。嗯，那也就是说等于这个地方如果说沾上黑的一沾，这个白的也要小心这个地方是吊着的。现在实战就是这么下的。对，我们看一下，等于是对，在这个地方黑棋也是还以颜色，通过一个交换。对，实战啊。嗯，现在是下来六个打，打一吃，看白的怎么处理。白棋其实之前他打掉搬这个是稳稳妥妥的黑棋的棋，是吧？对，妥妥的，没有办，没有抗争，嗯，是吧？那这个几目都是他的。现在目前你看，完全不一样了，被他挤着了，对，搞得白棋这个棋是这样的，嗯，打一个，嗯，对，白棋断，哇、哦，好棋啊，有可能好棋，为什么呢？是我看出他这个东西，你如果、如果我吃的话，哎，如果吃，我已经可以粘了、啊，对，您把我那手段防住了。是吧，我再走的时候，对对，其实我们看我们当时就算我能粘到这下，粘我读过，嗯，你不能断了、哎、断我这一吃，哎，回不了、哎、太妙了这个，是吧、他补了谢科是走的这个啊，韩一舟走的这个，韩一舟走的这个，对对对对对对、那么我们说如果脱先我断是不是先手？我把这个提了怎么样？嗯，对。假如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段如果说黑的就敢不敢把这走了？哎，那么我会走这个。嗯，这样我走这个，走这个。对，哇。啊，还是哇。只有吃。嗯，啊，我能吃这边吗？可以，可以，可以吃。嗯。啊，这地方看上去我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我就被刘老吃了个倒扑，打劫倒扑，那这个不行、哎、是吧，这太重了这个、然后你这个这肯定不行，冲也是单冲，我单退也一样， 嗯，所以这个棋你别看马上就出棋，还真是，是吧、所以这个他们这个是不能省，这个一挖就出棋，对，所以这个黑的等于是无论是要么补这儿要么补哪儿，你得先，那我你还是多补一点这个、反正注意我补这个呢在里面补，还是补多这个目数多一点，对，但是呢这个谢克又得手了，对，他又防住了，他这个又的这个又便宜了，嗯，他粘住了，对，那这样还单粘，单粘这个他又便宜了，你这个等于不，这个不成立啊，这是个、这假棋他可以度过了，是毫无疑问度过了，是，哎，还没有度过，这个时候冲过，这个时候冲过，黑的先拐一下、这个时候冲过没事，哎，这个棋他粘的是吧，嗯，哎，他怎么吃啊？他去并这个，并这个。哦，他是他还不度过，并一个，是什么意思？哦，他还要这个吗？哎呦，这好像黑的又，你又想便宜吗？又失误了，好像。黑棋失误吗？那这边这尖怎么办？我就粘上吗？他是粘上的。那如果立下来，如果立下来，嗯，如果立下来，这个有个尖，嗯，这个冲断收气受不了，对吧？对，但这边你也收不过我，好像。我看。哇，这又是被他便宜了，对，这哎呀，这个后半盘确实黑棋是连连败退，又便宜了，嗯，因为现在看如果说白棋因为这边有手段黑的还要跟着补的话，那这又等于又生出个受气、哦，他是真补了，没办法，因为两边都慢一气，被他度过，这个中间要受气，哎呀，亏了，又亏了，又亏了，又亏了，这个也不行，这个因为，对，这边还是软着的，对对 对, 对，这个软头。后半盘完全是谢科的战场表演，嗯，就是每一个局部都，这个韩一舟连连亏，这个棋亏不少后半盘，嗯，这个棋就不用，本来是细棋，现在不，本来也不细，现在不用数了，对对，现在不用数了，就是应该是不用考虑，就是胜负肯定是白棋控多了，对。现在这里都没棋，冲了就挡着，这个都没有棋。嗯，这都是白棋的目。是。现在就没别的了。现在他都把大的一收，最后一个大的一过，现在没有棋了。对，就是小关子。小关子这儿有点目了，就。那就剩下都是没什么，没有什么可以那个什么了，争胜负的地方没有了。嗯，对。而粘上这个先手，嗯，粘住。对，这是黑棋的权利。对。哦，然后以后官子上这个有这个、这个大，然后上面那个也、这个还有一个尖，这个、也挺大的，对对对对。
那中间要收好几幕啊，这可不是一两幕的，要收好几下把它起掉。这下是本来这个幕是可以连起来的算法，现在就不一样了，你要填好几个。嗯，后来白棋下的好。对，等于就是说本身黑棋的一个妙手，白棋在解围的过程中还占便宜了反。对，这个地方本来黑棋打完如果搬了把这个六目等于吃掉，嗯，和差很多，差太多，本来六目吃掉这个都不用补了，嗯，后来这个不但是要补，这白棋还带着目呢，这你看这都带着目呢，都亏很多，这个地方是20-1，看黑的收什么了，黑的这一个贴目损出去是至少的，就是说不断的这个损，嗯嗯嗯，黑的收的这个粘吗？这个打一下。黑的先粘这个，粘跟白的团交换。啊，粘和团交换。对，因为，啊对。它是粘的，对，团这个交，这俩交换。嗯，然后再吃那个。打是粘住。嗯，这里面以后要收。这个棋。它的就有点讨厌，反正它都在紧着气、嗯。对，白的就粘上，没毛病。嗯，粘上，白棋粘上。嗯，黑的看看收哪个关子。没有什么大的了，大概还有一个这个。嗯嗯，这个是个大棋是吧？对，没有了。嗯，黑的是不是？21-2-3-4-5-6-7-8。哎哎，啊哎，他团住这个，团住这个，啊、住这个。弹出这个10，哇，他要很像是要挤上的啊。这个中间要收几目啊？看看如果你走这个，然后我做个眼啊、嗯，6-7，这个。哦，这个还不行的，他这个黑棋就更麻烦了。嗯，走这个，我走这个。嗯，你的完全收，这都是被白棋的目全部给喷光啊，全收紧了啊。2-3-4，嗯。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等于攻气，因为黑棋要吃白棋，这个攻气数成白的、嗯、白的是六口气，这个黑棋越走越有问题了，对，现在等于黑的是七口气、嗯、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全被收紧，对对 对, 对，黑棋不能接受，黑棋是挖进去，这个棋这样白棋如果是打一下打吃，看这样以后要收几个，这个恐怕也都要给他收干净，这个嗯，这样好一些，就是比刚刚能少收一点，但是还是很痛苦啊，以后还是要收很多个，嗯，亏很多，亏很多，嗯，对，因为这个后面收气啊都是有木的，这都是木，哎呀，嗯，这个胜负没有悬念了，对，那这么看、嗯、如果从关子的角度这个也是个四目，这个非常这个哎三目三目七，对、嗯、非常大，嗯，粘住，难受，他就把三目给提了就行了，是吧？对，把三目给收掉。嗯，是的。10啊，这个啊，白的估计要收上面的这个关子了。哎，黑的收是啊，对，黑的拉了一个，白的打一下，打是粘住。看白的选哪个关子？4-5-6，反正就剩下这两个比较大。这个哈、啊，这个啊，白的选的搬这个。搬这个，嗯，哦，他说收三目还是后手，对，所以肯定是这个和上面这个，嗯，那这样黑的应该也会拖一个，嗯，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目数上就不会很接近，对、嗯，应该是没有悬念了，已经都没有什么，中间这个一路看着黑棋走亏的目。很心痛、哎、这个后半盘就是从如果站在黑棋的立场就觉得自己黑棋顽强的在还在收收官 嗯, 嗯，估计现在的心情非常不太好，悲愤，嗯，是因为确实是能就是很眼见的知道自己收亏了，就是亏得很明显，粘这个大吗，这个是一二粘这个也没有，也没什么棋了啊，倒是也没什么了。嗯，这个有四目，差不多。啊、哦，没什么棋，那就是没什么目了。现在已经20-4目。可以，如果形势哈，补好的话，他可以立完打这个，这个提到这里，嗯，把这个打回去，撑住，撑住，哎，嗯，
但是他这个可能这是觉得不错了，形式他就收、嗯、就这样了。对，不打黑的去收什么？啊，黑的把这个顶住。啊，顶他顶这个了，嗯。嗯，那这个班也还挺舒服。不，他这个棋可能先走掉，先走啊，先问啊，先问好，嗯，不粘之前先问。嗯，可能好一点。这样，如果我立的话，立的我有可能走这个。对，啊，我顶你就能吃我一下。哎，对，嗯，现在他是粘着这个黑棋顶、这个，那黑的收这个比较舒服，传这个他可以搬的。啊，但白的这个也舒服，这也是先手。你说这个立搬的手，哦，搬也是对，这个搬是个舒服了，嗯，他就没有那个什么了，不是立的，对，这个不错，这个搬粘了。嗯，那对，那这个粘就又不也有，对对对，这边还便宜一点，粘住。嗯，这个关子，这个关子不小，我感觉可以可以，这关、白棋收的都还是很正常，挺好。对，这黑的还是挺痛苦的，这边又被搬了。谢科看后半关子是擅长，哎，都不错。对，这个无论是计算方面还是在收数上，哎，让他走了一个这个，哎，有味道。这个不是这个收这个关单粘，单粘。单粘的话，因为你单爬，他被他打上了。嗯，对，哦、打又学到，就这样。嗯，把单粘呢，你要是单吃呢，这个两个就不交换了。对，他可以留个托、这个。嗯，对，如果你收这个的话，他就不跟你交换这下了，这一猴。嗯，对，那当然，这就有问题了。对，所以等于是这又是一个收官好手，是，嗯，又是很细腻的地方。不然可能乍一看会觉得，哎，这棋能往里走，你怎么还缩回来？对，嗯，是的，那这一粘又不舒服，黑的收这个，把这粘上，把这粘上，三目好大，对，但这个三目收完就是全被收紧，白的收，黑的也得收，是。韩一舟也是不容易啊，我觉得这个棋这个后面这个关子收的还是挺难受的，黑棋是又跟着硬。那从现在的这个形势来倒推，应该说之前就是刘老说这个地方黑棋该忍的时候应该是黑棋好，哎，对，对，因为从后面来看感觉黑的确实黑棋步步让退让、嗯、如果是这个拖，嗯，就走后面也不犯错误，比如这个地方不要去、嗯、对，觉得应该先走掉打吃掉，就打了扳平、这个地方也要走掉，嗯，这样的话那个时候黑的好，对，如果后面不犯错误的话应该黑棋行，前面的话应该是黑棋进攻啊还是比较顺畅，前面主要白棋这个走的有点早啊、哦、最开始给自己挖了个坑，对、嗯、那个棋有点早，那个实际上有点被动，嗯，白棋有点被动，黑棋动手这一段呢、啊、那的确是一路的要进攻的话，或者说哪个步骤再狠一点的话，白棋就要快要崩的那个、嗯、招架不住，哎，都快招架不住的时候、嗯、那后面对后面就是黑棋吃完这儿应该还是不错，但是确实没想到就是这边的被谢科的各种小手筋，哎，这个亏损很多，亏损很惨重，时间都是这样，对、嗯、那黑的就是收官，哎，对，这个马上就关子就基本上就剩先手一目后手两目了，对，就没有目了，基本上啊、哎、要认输的感觉，哎啊、哦、好像我感觉他动一般是提前就那个摁钟啊，就是认输了，对、就是、对，去、这个、认输了，这黑棋认输了啊、嗯、那是结束了，认输了，认输了，你看双方肯定是在这个局部先，对，第一个讨论点肯定是这个局部，对对对对 对, 对, 对，他们都在说这个问题了，说那个那在他们就那个手在指的地方啊，就是说关键处在探讨我要走哪个，如果走哪个，对，是这样的啊，还有就是中间，对，看中间还跟胜负有关系吗，就是说如果是不出这个棋的话，中间感觉也是要也要输一点的感觉，嗯，他们是不是可能更早、啊、哎，对对，现在你看退让退让退让，把那个退让的对拖的时候都往里面搬，哎、是在手往那个放了，嗯，对对，
哎，但刘老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就是谢柯其实是一个还是怎么说，自我感觉偏好的一个棋手。哦，他是就是我之前听说过他一些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可能在实战当中啊，他经常会就是陷入，就觉得自己这棋肯定好，然后呢，他可能最后这个棋输完，他会有点懊恼嘛，就跟身边的小伙伴分享说，哎，我这个后面没下好，我这个地方要这么下肯定能赢。然后呢，小伙伴们就因为有的时候没看嘛，也就听过就听过，但回头呢，用 AI 一摆，发现啊，是他有点乐观了，乐观了，就他觉得肯定能赢的时候，对手胜率就可高了。对，这个我们有这样的棋手，经常是有偏乐观的，有偏悲观的，各种。行，那他属于偏乐观的，经常形势不见得好，他还觉得不错。对对，因为我已经就是听过，就是关于他的这个小故事，已经听过两三次，对，很好玩。就是他，而且他很有这个冲击，就不服输的劲儿。就他如果这个棋结束跟你复盘哈，他也一定要摆过你，就是一定要在这个研究上。啊，有意思，他们在摆这个棋啊，对，就是回到估计就判断一下那个时候怎么样。对，嗯，对啊，把这个棋局两个人复盘，虽然说他的这个，我们虽然听不到他说话的声音，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他摆棋的地方能够知道他这个他的脉搏啊，他的信息脉搏。你看他们都在摆，是这个时候，可能还是对的。啊，就是回到这个时候，然后判断一下怎么样。现在对，现在这个时候，如果黑棋退让，他拖二路，他退让，会是什么情况？他们俩还在确认。对，在确认是谁好，对，我们呢看的是觉得黑的不差，对，黑的应该还可以。对，啊，现在白棋粘住，白棋粘住，这个，那么黑棋可以，选择那面不是有断吗？可以走那个。但是他后来他俩都没走出来那个段，打会不会是刘老就您的这个基本功，他们得看着了才觉得这个段好。如果就根据段那么走就不差，对，就不差。实战他们肯定也意识到就是不够理哦，大飞不如，那估计是没看到那个刘老的大飞不如那个基本功，要先打一下。对，大飞这个看上去、就是、不像。对，被一虎感觉有点凑黑棋，凑白棋的棋。就算粘上，现在黑棋就正常收官，应该黑棋啊，不差。你看他那个没有断，上面有一个打，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双方都在点目。点目，现在他们俩在确认这个胜负会什么走向啊？对，对，因为这样的话，黑棋中间不死，就是如果说这个就是右边还能加到的话，其实黑棋本身分段，白棋下面以后还是要。做活，这个后保也不一样，对，后保不一样，是，所以是，可能还有一些搜刮，对，他就黑棋就那么按后来那么走爬，就跟那个中间不死啊，他那个收的他不一样了，可以还能够收不少他的空，就二路爬就可以，他是大飞有点亏，大飞好像不像好棋，这不像好棋，不像好棋，不像好棋。这是亏了。这不像好棋。看来就是刘老这个基本功，有点把他给，就是他这个陷入这个盲点，他就实在没想到，他现在也有点。他应该断那个啊。对对。这个棋他们是这么想，哦。啊，加一下。加一下，加一下，被一路过去不像便宜的棋，不像便宜。是。但总之两位棋手还是在继续探讨就是最后这样一个胜负处，然后但是确实是实战的话就是被白棋吃掉以后，这盘棋就是黑棋应该是困难了。对，好，那行，好，那么最后呢也请刘老就是再带我们再回顾一下这盘棋。好的，这盘棋啊，开始黑棋挺好的，这个白棋这个飞刺之后被他一长啊，这个黑棋搬了断了之后，那个棋黑棋很主动，从那个时候一直战斗到一直昏天黑地杀到这个时候，黑棋一直没有说是落后的，而且有很多机会啊，黑棋可以说一举就能够把击溃了，就把白棋会搞得很惨，或者击溃，中间有很多机会，但是那个黑棋可能也是
不断的在犹豫，或者也可能失去一点机会。嗯，但是那个中间白棋这个地方啊，嗯，黑棋这个地方稍微松快了之后啊，最后是在白棋这个黑棋挖的时候，嗯，白棋如果从上面打，那个时候白棋其实转手那边，那个时候白棋可能会回来，嗯，但是后来被黑棋中间吃掉，那个时候黑棋已经形势不错了，是吧？嗯，对，不错了，关键是后面这个拖的时候是个关键，嗯，是吧？拖如果退让，那个时候白棋黑棋应该是稍稍好一点。对，当然可能就是也有胜负，就官子还能收，但是黑棋肯定是不错的。哎，对，嗯。但是进入官子，那就是谢珂的独擅长了。是，后面都是谢珂不断的便宜，然后这个对手啊不断的退让，那最后这个棋越距离拉开了，嗯。哎，中间的好多个机会，黑棋是真是有觉得可以发力的。嗯，对，就像刘老之前说，就觉得黑棋总是应该找一个时机，哎，之前这边是不是能先考验一下白棋，这个地方把白棋这儿攻得很惨，嗯，中间黑棋再如果再顶他一下，那就黑棋白棋更惨，对，那样的话有可能击垮白棋，是，在这个地方顶一个，大家可以看看谱，这个这儿都已经有了，这顶一个的话，是个奇金。后来这白棋在这儿转到这边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慢慢缓过来了。对，已经有缓过来，黑棋再想用力啊，就差很多了。是，但是被白棋这个弃掉中间，中间那个时候黑棋可能他可能在读秒也没意识到，虽然捞了很肥实的一个大角，嗯，但是那时候吃到中间的时候，黑棋其实空还是不少。嗯，对，是吧？对，这个这个下的很紧张，很有意思，对，嗯，是，对，这个看来这个快棋确实是，就是双方可能都会有大量的机会和大量的抉择，就是错进错出，错进错出，嗯，是吧？这个后面你看这官子啊，他这个老舍不得打，反而被这个白棋有机敏，对，对，官子不断的那个，就我觉得就中间只要黑棋有一个机会发力。这个白棋就快扛不住了，是吧？对，像之前刘老给大家说，就比如说黑棋这个地方，这种尖了跳是不是有点松？哎，对，有可能有更紧凑的下法。如果这个顶当然更好，嗯，先考验一下白棋，那是最好发力。那不那样的话，黑棋还有很多机会啊。这个比如说进攻，早先就在这个地方，飞刺了或者跳出来了，这个先往那边走，这个地方还可以放一放，那都是很多很多机会。对。是吧？是这样，很多很多机会。嗯，后面的错进错出，最后他们这个下的非常，后面非常精彩啊！后来这面搞的这个便宜的这个，我觉得黑棋这个黄一桌会非常痛苦。嗯，对，是吧？是这样的。不断的搜刮，这个棋是一个两个人还是比较发挥的水平的棋盘。对，应该展现了也是这个年轻一代的朝气，就是从一开始的乱战，嗯，然后虽然说可能都有错过一些机会，嗯，但是在快棋中还是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准。对了，很高水准，嗯，这个但是不管怎么说，后面啊，嗯，他们一直是保持着一个，这个局面呢，啊，一直还都没有崩掉，对，大家很焦灼，焦灼，嗯，大家都在关注他们的，谁好谁坏，这个胜负的时候，都在不断的，很少说，一下子崩溃了，还没有，对，这个我们虽然探讨是有好多好多机会，比如说白棋当时为什么谢珂不尖一个，我先这个以后可以问问他。还有这个黑棋为什么不打一个，是吧？这个中间有很多机会，刚才看到复盘也有很多他们都探讨的一些这个很多手段啊，是，就还是很复杂，因为毕竟是一盘对杀的棋。对，这盘棋要彻底解释透啊，也真的是要费很大的力。嗯，对，这个我喜欢这样的局面。对，这刘老我之前就想说，刘老就是很擅长乱战，也很就是像这盘棋肯定会看起来会比这种功夫棋会更比功夫棋更那个，他们就是这个交差主要是这个中间给吃掉了，嗯，吃掉了转换这个地方黑棋用强长啊不成立，嗯，被搬了之后啊，这个被吃掉之后那个局面就已经翻过来了。嗯，是，亏很多。嗯，是。然后最后面临黑棋的一些反扑，谢珂也是计算的很精准，就是从这边的断的手段，然后包括最后这个收气吧。对，谢珂这个后半盘好像比较厉害，对，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错误少，后半盘，嗯，对，他的错误少，是，
这个不错，他后半盘挺强，是吧？对，应该也看到这个作为这个2000年00后的一个未来，应该说可能会大放光彩的一个新生的力量。对，是这样的。挺好。是，那他的对手韩一舟呢？1997年的话，就是稍微的，应该说是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像顾子豪、98等等的，就他可能比他们要稍微早一些，对，所以可能还要再多多努力，继续加油。对，两个都是我们比较年轻，都是有希望的啊，对，都是有希望的年轻棋手，希望他们以后再接再厉吧。对，说甚至是未来就期待他们能够拿到自己的世界冠军，对，有更大的进步。好，那今天这盘棋呢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然后也是恭喜谢柯最终挺进了下一轮。